喂 ，in break in break， 哇，你好乖啊，你咁乖嘅，帮你执晒啲碗，劲乖啊！喂，睇下梦雨帮你执晒啲碗喎，真系好乖啊佢。原来仲咪呢挺咯，要脆脆呢啲啊，你知掂个碌蔗啊，走啦，我哋食烟啊，快啲啦！乖，我乖你老豆啊！你凭咩话我乖啊？而家我系你个女，一定系你系我男朋友啊？就算你系我男朋友啊，唔系 cosplay 紧嗰阵，你都唔好同我讲个乖字啊！啲男人究竟知唔知话女仔乖，根本唔系赞紧佢噶，自己食完自己执就系乖啊！你唔谂下，根本就系你冇责任感。喂，行快啲啦，车到啦！诶，做咩啊你？你话车到噶嘛？冇遇你喎。点解啊？我哋落 club 喎，唔系去派米喎。我知啊。正所谓走落 club wet wet， 一定系 bad bad。嗯，翻屋企啦。咁我自己搭车去。你自己一个翻屋企啦，夜啦，翻到去记得报平安，乖乖地唔好周围走啦。我唔想讲嘢住啊，你睇下以下你的情况先啊。喂，好乖啊！梦雨咁早翻工嘅，好乖喎、啊，又带朋友翻嚟食。哇，好乖喎、啊，收工熄电脑，真系乖擦下巴，乖喎、啊，用水樽装水，好乖喎、啊。即系其实咧，乖呢个形容。是指一个人听话服从和易于控制的意思，他根本就是男权思想下的产物，对于女仔来说绝对不是一个赞美来的。醒一下啦，柒头啊！还有啊，摸够我的头尾啊！你是我哪个啊？更衰的是，他们不单止会说你乖，还会闹你不乖啦，同埋曳啊！喂，今晚有咩搞？冇，瞓得唔得？饮酒咯，可以做啲咩啊？不过又唔饮得，成日发癫。饮酒太排档啦！喂喂喂！Tell me why 女伶咁忌婚戒，忍住熟女暗女也想变。我惹你老母！做咩啊？老细又乱叫人啊？系啊，老细大紧晒咩？做咩啊？你啱讲咩啊？哇！老细大紧晒咩？你讲粗口啊！你几时变得咁坏噶？唔得。扣你五十分，我啲粗啊！喂喂喂喂，唔俾 B 啊！女仔就唔俾讲粗口啊！乜捻嘢叫曳？乜捻嘢叫学坏？乜捻嘢叫唔乖啊？点解女仔讲粗口就系曳啊？我就系唔捻中意乖啊，仲要坏过海婷添啊！关你捻事咩？Hugo， 仲未走嘅？虽然由我讲开始好奇怪，但系唔知道我哋有冇机会学。啊！做咩啊？你乖唔乖噶？乖系咩意思啊？我指感情方面啊，我中意啲乖嘅女仔，出嚟拍拖结婚，梗系揾啲乖乖地、干干净净嘅女仔噶啦。廿一世纪啦，已经廿二世纪都嚟紧，乜仲觉得女仔要三从四德嘅？乜嘢叫乖嘅女仔，同乜嘢叫干干净净嘅？上一次讲呢啲说话嘅人咧，而家已经踎紧监噶啦，所以唔该各位男士，真系唔好再随便话女仔乖啦 ，OK？ 凤雨，前几日嗰份 project 咧提早搞掂晒，你睇睇啊。嗯，多谢啊，做得咁快嘅，真系好乖啊你。乖老豆。喂，点解你仲有咁多花生嘅？
梗係啦，我加入咗微辣會員啊嘛，加入微辣會員大把花生食啊，仲可以 share 自己諗法俾其他人添。除咗 YouTube 嘅會員之外，喺 Facebook 度 search 辣粉團，點擊申請加入，回答幾個問題，仲可以同我哋一班辣粉討論最新嘅微辣話題添。喂，佢要花生食啊？呢啲唔講咁多啦，梗係有啦，你睇下。